正常这个设备的使用呢，咱们是用等于说是自动控制来运行这个设备。首先咱们这里面就是电源打开之后啊，进入一个什么的门操作界面，把咱们这个门啊打开，点一下开前门。不会的，开吧。把门合上，手扶住前门，点关前门。门关到位，现在是停着的情况下是吧？滤镜结束之后，那咱们到后门，就是说滤镜后开后门，在这里面按这个就是开后门的按钮。关后门的话，这里面就是说要把门这个扶上，要确保一定要手扶一下，那这个门会自动弹开，这里面有一定的那个距离，手扶一下这个门，然后在咱们这个说关门按钮点一下。等到这个门自动往下滑动。电机停止运行的时候，各位就已经关到位了。